明明是在叠罗汉，还不去找？你没事吧？ 怎么在这儿？之前的事我都看见了，我怕你出事就跟了过来。原来当时在录音室见到的真的是你。对不起。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 虽然现在说这些都有点晚，但我还是想为之前的事情做道歉，让你被误会了那么多年。你被雪藏之后就音讯全无，可我经常会想起你，想起我们在一起的点滴。我甚至记不清当初为何要一意孤行认定你做过那些事。苏苏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不用抱歉。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你拿着。苏颜芷，你不用这样的，你别管。你真的不用这样。 管好你家玉嬷嬷。被打的人是我。关我屁事。苏苏，我们走吧。